楚王一生虽有十七名子女，但是目前的儿媳妇还只有四位。今天来看一下四位儿媳的对比。大儿媳是长子何猷光的妻子苏体，她是一位英国模特，样貌靓丽，和何猷光感情非常好，生下了两位女儿，却在一场车祸中和何猷光双双离世。第二位儿媳罗秀英的身份可了不得，可以说是四位中最门当户对的一位。她是香港维他奶创办人罗桂祥的孙女，真正的大家闺秀，而且她算的是嫁得好的。何猷龙和父亲完全不同，是一位非常专情的人，从没出过绯闻。何猷启的老婆 Gigi 是第三个儿媳，她样貌出色，不过也不是什么名门世家，而且好像和何猷启的妈妈关系不和，结婚后就和老公在外独住，并不和三太住在一起。最新的一位就是奚梦瑶了，闺蜜超模出身，家世也是平平，比罗秀英肯定不行，不过比另外两位好一些，因为也算是娱乐圈红人吧。你们对于这些儿媳妇有什么看法吗？